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乐血阿杰黄世杰，欢迎大家收看乐血阿杰频道。新一季的乐血阿杰带大家逛虫店开始喽！第一集已经在新竹拍完了，第二集我们要去哪边呢？跟着我还有阿龙一起走吧，走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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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好，这就是我们爬爬食堂最新的店面，噔噔，耶！这次我们还有特别来宾，我们的共同主持人 Amy， 还有 Amy 的可爱小侄子 AD 跟大家打招呼了，耶！哇，整个店面非常有质感哦。走吧，爬爬食堂开箱。我亲爱的红董，别人不要了。其实我们是偷偷摸摸来的。搬来这边刚好好像一周多而已，差不多。其实之前我就很爱来逛爬爬食堂，他自己除了饲养繁殖很多动物之外，最重要的是你们还能自己进口很多厉害的东西。是，就刚好比较幸运的。请问一下，我的陕西到货了没？你的陕西在那边？看一下，我看到了。我想养陕西很久了。哇，感谢我们的洪老板。哇，他这后面的皮褶是他最重要的特色。你看他生气的时候会整个打开，所以叫陕西。然后像恐龙一样，你摸摸看，它很乖耶，摸摸看背后，摸摸啊，好棒哦，超黑，有没有很有质感？粗粗的皮，超级厉害的。OK， 拜拜。哦，原来它是温和的，不是这只温和的。你没有看过那个生气的狂奔追着人跑的，真的是很凶的。对。我想养这个，但是这个听说很狂，绿树嘛。噔噔，很帅哇！你帮忙往前背。现在已经是Amy 姥姥带 Eddie 进大观园。一二三，好，这样我们看得更清楚，帅吧？哇，你看，哟，很帅哦。会不会怎样？他不会怎么样？只动一点。对，只动一点点，很帅。各位看，整群的松狮蜥，一整群的松狮蜥，他们在玩叠叠乐，超可爱。像一片叶子的乌龟，这是南美洲的哦，对不对？超厉害，有点像虫哎，对不对？很像虫。它是乌龟哦，亚伯，亚达伯拉，哦，帅！看这个背甲，它其实是养得漂亮。小小可爱的苏卡达象龟。等等，我家也有猪鼻蛇、玉米蛇，超漂亮，大只豹猫手工哎。哇，你看可爱的球嘛。来，手手来，不用担心，它不会，它遇到危险，它就会缩成一颗球，它不会咬人。Don't worry， 可以可以 ，Don't worry。Okay， it's okay。Your hand， come on， yeah， don't worry， yeah， okay。It's sleeping. You can very gentle. You can touch. Okay. Touch. 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其实这就是我最喜欢讲的，让孩子来真实的接触，真实接触以后，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没那么可怕，可不可怕？哎，毛蜘蛛啊，你是毛毛。大马路，哦，刺猬耶，有很亮，有没有看到刺猬在里面睡狗狗？有一个刺猬，怎么？有一只刺猬跑出来了，快点！哎，怎么是紫色的？哦不，它这身上应该是做记号，那个紫色的地方应该是做记号，正常不会是紫色。刺猬的便便非常臭。啊，可爱，好可爱哦。黑耳金熊鼠，这是熊鼠啊，看起来肥肥胖胖的。金熊鼠，超可爱，一个球一样。对啊，你看跳鼠，很可爱吧？叫跳鼠，它后脚很强。The big eye， 它好会跳。那个也是在沙漠的。对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不是啦，我有很多动物书才知道的。有人跟我呛虾，它有很多动物书是吧？我再多送几本给你，但是没办法再养下去。你看它好挤哦。他一堆挤在里面，好挤啊！他们喜欢 K 修啊。They sleep together like you and mommy sleep on the same bed。哎，他们这样子睡。对，他是头挤在外面了。睡觉了。你来到这边，你看了一下，你就知道，其实所有的你想养爬虫、养动物、养昆虫的产品，在这边一应俱全。
这只什么蜥？黄树巨蜥。巨蜥啊，这只是狂奔的。啊，刚刚在睡觉被我们吵起来了。这只也学坏了，现在都不会想要咬人啊，或者是甩尾，但是因为它刚刚被我们吵起来，所以生气。它躲到后面去了啦，好可爱哦。不要摸摸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他很乖，老板在，不用怕。他的表情就怀疑人生了。你们是看那一间的吗？还没啊，那一间。对，你还有还有还有。想不到。我们刚刚在小动物旁边。想不到里面还有。左手间。哇！江江哇！接下来。哇！雨林缸哎。这根本就是我梦想的地方啊，温控雨林缸的专门的房间耶。哇，这只绿树蜢好漂亮哦。要干什么？漂亮呀。这只很美，高光变色龙。可以用手拍哦。会有点痛，会有一点点刺痛，对，是是是，但还好，没有到痛啊，但就是比较刺激。哦，你看爱美鱼上了耶！你看它在捏我，哎，你看它在捏我，哎，它指甲很尖。对，因为这样它们才可以抓得住树。哎 ，Do you want this on your bag？ 要不要？放手上。哎，它是要到我头上了。那你去救爱美鱼，从后面。哎，你手上。他其实是看笑话，他根本就不是要救你。Eddie， 你有要帮我吗 ？Eddie， 他站在你身上，他站在你的口。站在你的口。对。他在上面比较安稳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是大只的雄性，所以他要到制高点。哦。对，因为那个是他的领域选。其他给我手有点。我觉得他在你头上蛮适合，不然我先走吧。See you。不可以摔他。不会，他可以超慢。艾迪，我觉得你不错耶，很好呀！赶快帮他拍照。哎，我帮你拍照。耶，超帅！他有点紧张的好事，很棒耶，帅呆了。舅舅，那我让他过来，他有点快倒。对，你看你手一过一下过来了。为什么啊？啊，因为我比较高哦，有树枝可以吗？哎，他在压你的头。对啊。好不好玩？玩过很多东西，哎，下次要不要再来？好啊，其实我觉得非常开心的，因为我跟爬爬食堂认识很久很久，从旧的店一路逛到新的店这边来，我真的觉得这边是一个学习跟观察跟起教很棒的地方。那如果大家对不管是爬虫啦、蛇类、龟类、蛙类还是虫类，然后甚至很多特殊生有兴趣，都可以来爬爬食堂这边逛逛，不是听我讲而已，而是你自己来逛，带着你的孩子来逛，可以学习到更多。环境超棒的，嗯，而且。但艾美讲到重点，这边真的没有那种奇怪的味道，对，很舒服。他们照顾，然后都打扮得好漂亮，然后感觉很专业，精心的照顾他们，肯定专业。好了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别忘了订阅热血阿杰频道，跟收看我们的上山下海过夜，拜拜。